你就踏踏实实跟着朱韵干吧，他会给你惊喜的。哎呀，好不容易，我给你的修改方案你看了吗？哎，组长，我刚休息一分钟。是吗？你这一早上一会儿买烟，一会儿买咖啡，一会儿买水，至少下来五趟了吧？哎，这什么呀？我们要把无敌武将地基重新打牢，要做的工作很多，千头万绪，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细致的工作安排。这是我做的项目进程表，以小时为单位，不用这么细吧？咱们必须细致到每一周、每一天，甚至每一小时做什么，而且要留出足够的机动时间，高效率的完成，才能有的放矢，事半功倍。不是，那这也有问题啊！赵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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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朱韵，朱韵，朱韵，朱。怎么都是咱俩的活儿？他干嘛呀？他还在学习阶段。以我以往的经验来看啊，像计划这种东西啊，它都是拿来被打破的。那你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公平一点，投票吧。好啊，民主集中。我同意。我反对。同意。2-1通过，今天下午开始实行。民主集中嘛，又不是我做的。不是，你就典型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行，那你觉得怎么对啊？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我伺候不了。是不是这样好多了？还没走啊？被朱组长折腾坏了吧？哎，累是累点儿，但你说就邪了门了，他改动这么大。我还真没觉得特折腾，你说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的工作量根本没增加呀。没增加？怎么可能？其实朱韵没有刻意少给你安排工作，该分配的任务一向没少，但你依然觉得干起来很轻松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知道每一周、每一天，甚至每一个小时应该做什么，他搭好大体框架，这样主干就不会偏，之后再一点点添加细节。你跟朱韵到底认识多久了？他就一直这么厉害吗？还行吧，你就踏踏实实跟着朱韵干吧，他会给你惊喜的。哎，我再八卦一下啊，你跟我们朱组长到底啥关系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人家进公司就一个要求，必须得把你带着。那没关系，替你挡刀。那没关系，他还自掏腰包给你发工资，真的我们傻呀？跟我说说，不告诉别人，啊？因为我长得帅，行吗？